七夕最佳一夜情人是边个？做到咁激，难怪最多男士想喺七夕同你一夜情啦。29岁嘅台湾 model 徐棠成为台湾打工仔眼中最佳一夜情人。虽然就快变30岁中女，但系够晒性感，唔单止挥低宅男女神豆花妹，同埋内衣代言人李旭芬，仲赢埋性感天后蔡依林添。至于一夜情人大热门，同颜巨乳瑶瑶只系排第七咋。男子组方面，小猪罗志祥成为一夜情人 No.1， 有20%台湾 OL 都揀佢，足足赢第二位嘅王力宏12%，阮经天、赵又廷分别排第三四，周杰伦只系排第五位咋。